先生这么说，难道当真不懂茶？不是我不懂，是我不愿懂。我不想将茶分出高低，是茶就好。可是这茶却有高低和不同品性之分。什么是高，什么是低？它们本身呢，都是生长于自然当中，并没有高低之分。看来阁下真不懂，否则的话自然会品出高低的。先生说的也对，所以在我看来，茶品的上下高低并不是由茶来对我们说，倒是由人来决定的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，我不愿做这个选择。哦，为什么？喝茶是一种心情，如果你的心情重了，茶的高低还有这么重要？哦，俺也不曾想过。依先生看来，世上的武术派别如此繁多，难道说也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？我想是这样的。那么先生，俺也想请教，既然武术没有高低之分，为何还有比武竞技呢？我以为世上的武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有习武的人才有强弱之别。通过竞技，我们可以发现和认识一个真正的自己，因为我们真正的对手可能就是我们自己。只有通过竞技才能认识真正的自己，莫非先生的意思，最可怕的竞技在自己内心？先生的一席话使得安爷非常的敬佩。今天我们是以茶会友，别光顾说话却忘了喝茶了。来，品茶。品茶。